今天你们谁洗澡了？啊，你洗澡了？那谁给你洗澡了？啊，姐姐给你洗澡了？那你谢谢姐姐没？啊，谢谢姐姐了。那我问你，谁给你修毛剪毛啊？啊，妈妈给修毛剪毛啊。好，今天我给大辉用的是2毫米加6毫米加9毫米的套装组合。第一步，将推子圆圈扭到2.0的位置，上6毫到头。这款推子太好用了，加厚合金陶瓷到头，锋利不卡毛。我的10个毛孩子，每一个毛孩子只需分钟搞定。取下6毫到头，咱们换9毫，剃腿毛。刀头一定要向外轻轻地往下推，将腿部修成形状，这样就好看喽。取下刀头，我们换2毫米的刀头，剃脚底毛。最后，我们用剪子精修一下就 OK 啦。修好了，我大辉真乖，剪了一个小幼。